团长超级尬，就等你问话。超级新饭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大家都说蓝忘机没有背台词的困扰，你认为自己在拍摄中就是给你带来最大的困扰是什么？虽然没有背台词的困扰，但是在演一些群戏的时候，因为台词少嘛，虽然是站着不动，但是你心里带有活动。对，还记得 NG 最多的一场戏是什么？应该都是我跟战哥有一些点就是被戳到了，然后就一直会笑，可能会笑场吧，没有其他的。对，莫名其妙两个人开始犯病。原著粉对这部剧的期待还是挺高的，那你接这部戏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担心大家的认可程度？对，会有担心，因为我也很理解，比如说我很喜欢的漫画拍成真人的话，我也会很关注那个演员演的是否是我心里漫画人物的那个形象跟神态。对，肖像说就是在剧组对你的初印象是比较害羞的，那你对他的初印象是什么？就感觉人还挺好接触的，不是害羞，我是认生慢热。对，跟两个人真正熟过起来的契机是什么？慢慢就熟了吧，就是一开始都挺客气的，都是大男孩嘛，然后聊一些游戏啊什么的就熟起来了。那你们两个人互怼的时候最喜欢吐槽对方的什么？我喜欢吐槽他年纪的问题。温潮，你看我现在什么样了？你还要让我等两世？或者是薛洋，你可别忘了我呀，咱们走着瞧。在剧组里面的娱乐项目都有哪些？打手背，或者是吃鸡，因为有的地方可能网就不好了，然后就闲得无聊，就玩一些打手背游戏，因为就站在那儿，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网友做了你在剧里面很多表情包嘛？然后现在给你猜几个。这个就是准备关机了，886，对吧？待机。这是什么？无聊。但是正确答案应该是待机或者是关机，因为无聊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个是杀虫剂，禁烟喷雾，太多版本了。这个是禁言五个，跳舞机。那有没有你想尝试但是还没有去做的极限运滑雪已经去做了，但是想多玩玩。八月份的赛车比赛，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高明？希望能站领奖台。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就是比较佛系吧，我觉得只拍戏，然后通告没有那么多，然后就是休息的时间全是可以去骑车啊干嘛，就是休息，然后拍戏的时候就那段时间在剧组这样。夏天到了，努力减肥，只吃西瓜不吃饭。你家吃西瓜也很胖吗？那只吃香蕉不吃饭。又宁可也不犯了罪。我宁可待在家里追剧，也不出去采访。开玩笑，开玩笑。2000万福利可不可以来个直播？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八月的两场比赛准备的怎么样？马上就要去准备了，希望能够顺利，然后取得很快的全速。能游戏直播吗？哎，还挺想游戏直播的。比赛有信心吗？比赛还挺有信心的，因为我对珠海的那个赛道还挺熟悉的。珠海是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赛道，我在走高速弯的时候还比较不错，对，所以说还挺有信心的，算是主场吧。哇，摩托小区。你们那希望你们人手一个踏板。哇，这个创意挺好的，摩托小区居民，我还挺喜欢的，可以。这是什么颜色？那个王冠是什么颜色？哦。还有今天做的是对，四个字，蓝忘机的好朋友。哇，真聪明。这个我不说啊，我演了。
厉害。现在呢，开放结束，然后。